继续开会。咱今天旁听席阁真闹热吼，阁来介绍来旁听席三楼旁听席阁有贵宾来参观。今嘛是大高顶太平商场足球会来甲咱本会参观，请大家用热烈的破声给您欢迎。在哪里？帮我们拍拍挥挥手，欢迎来，谢谢。他们的领队是郑渊文会长，会长欢迎欢迎。好热闹，今天的三楼刚刚开红灯嘛，盖小鬼啊，林议员。接着请林议员午中质询十五分钟。好，议长啊，市长，咱各局处，即个局处长，大家早安哈。来，那我们接下来啊，我伫遮拜托市长吼，报告市长，今日我有十五分钟啦吼，等于讲两分钟可能较短。啊，我希望你较认真啊听吼，啊，做一个评语是毋是我讲得有道理吼？啊，我相信我讲的绝对我有实地去查证，而且去看了很多次吼。主要今日我讲这十五分钟，我拜托市长吼。中都的开宏殿百年百年哦，宗教文化其他的应间的什么通通都拆掉。这个中都开元殿啊，这个主要是拜观音佛祖跟五湖千岁。这是1899年啊，将近为百几年啊，是日本人叫那个招导圣创办的这个炼瓦工厂，吸引澎湖甲台湾的帮忙来的这工作资金。是几百年的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事实。好，来，你看你说的五湖千岁，我说好文化局凭这两块牌啊，几百年的凭这两块你都要列入古物了啦。今天我这条报纸3月24日台中一间庙刚好一间新庙，这样文化部把它列入哦，重要古迹，一间庙一个神名，那哎，别讲，不是看外表的，他就把它列入重要古迹。当然，重要古迹，咱的这个古迹有分三级，国宝重要古迹由中央文化部你审查，咱顶一般古迹。但拄仔我嘛阁甲文化局长讲。一间百年老庙，咱台湾高雄市啦，要有百年的找也无几个啦，真的啦！我去澳洲的人，因的祖先留啥后裔，老古迹比老钱较重要啦。即摆澳洲包括希腊，因的祖先留落遐的古迹啊，即摆拢在趁钱，趁袂煞。我去看到看啥物，看教堂，看教会啊。拢几百年诶，嘛有几千年诶，啊，咱毋是古迹啊，你古迹咧，我也差你百年，我派几啊学者专家，学者专家就较搞毋，我爱看看咧，讲迄毋是啦，完全对即个咱诶古物，完全啊，拢无咩重视，凊彩讲讲诶，啊，各单位踢来踢去，我讲咧，来讲，中都开饭店啊。日本时代1920年都几百年，本来在九如桥首创自立建庙的代表作，哦，是全台哦，这有代表性无？全台湾头一间的自立建庙，凭这点有代表性，有故事，是中都历史上、中都历史上上在庙宇呢，那边废掉，嘛是咱的聚落居民宗教的信仰中心。安尼有重要无？来，早期这间庙是因为医药匮乏，辅助常降之救灾，拢大家拢开药单，解惑指点，
现在有什么文化支持文化局，你注意听一下，留下1968到1984仅存六本，我不敢说这是天书啦，最起码问讯的记录录共3390页等重要历史文物，就是这个东西你看不到的啦，这你说不是重要文物吗？你怎么认定呢？再来，这个有故事呢，当年中都湿地有许多墓地，附近民众遇困难常归降于卡丢因，因而留下降魔的故事，相传被收捕的妖魔被装进陶坑里，大多丢进爱河飘走，但是哦，早期是这样哦，如今那间庙还有剩下16罐存在神龟下方，是相当重要的历史，忘了你放一下文化局长，哦，包括您家大家拜托看一下啦，哦，你要看到这哦，降魔降妖的神龟啊，放百几年你家偏这16罐啊，都值回票价了。那个地方要是说能够留下来，有真济观光客，还有咱中都咱高雄市民，买好奇讲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哦。这放了百年呐，啊，讲真正已经庙，那讲真正去让你拆去吼，遐妖魔鬼怪走出来吼，大家你也无平安，跋倒、佚佗、跋倒，什么平安，拢会怪咱起雾哦。你卖，你不要小看哦，这个是你说信也信，你说不信也不得不信，哦。这个庙民国53年就登记，登记有案，啊，梁王殿是合法的立案，你看。这个最近那个民政局的局长郑芝文，你做民政局，一个特别个开一间开王殿是合法的立案寺庙，哦，来，这庙这神啊，拢几百年啊呢，人家台中关一仙娘，不是一般古物哦，重要古物。一仙台宝啊，人家你看一下，有时间你去看卖咧。哦，大家讲来，大家做参考。遐足济历史文物，这个里面呢，包括奥古书的奥妖魔鬼怪，在外国啊，在欧洲啊，很多啊，那个教廷很多重要人物，包括什么重要人物。为什么会有拍成电影？那有修改神话，人家就比较好奇，观光客也比较喜欢去。赶快啊，开王殿啊，讲真正讲，我做导游哦，我来讲一间庙，讲到真正出神入化，大家都要去参观。啊好啦，你若讲搞这间庙哦，照恁的市府的规定讲，哦，啊就违反道路，啊违反什么什么公园里面什么不能用寺庙。什么办法？啊，就给它毁掉，毁掉要怎啊？毁掉就加十几倍的草地，有什么作用？加十几倍的草地啦，听有无？那个可以做什么作用？一点作用都没有，为什么呢？来，我们看，这早期哦，伊叫弄橡皮啊。这个地方哦，我是建议哦，咱的植物技术关联哦，有时间去给它参观一下，未歹啊。我感觉廖一间庙吼非常值得，配合迄两支正阿有烟囱讲，南北相互辉映，一个50几年你就会记你老啊，100几年的老庙你无要老，我一直吼百思不解。来，师父要拆征收啦啊，师父说这是这种讲的话，中都开完店第66高级中卫区。公用地临近中都湿地已有百年历史，却在近期内土地重划被市府要求拆迁征收了，死头脑呢？你哪个把这些100几庙的老庙用了？高雄市有几仙呢？在市长的议会这个市政报告里面，你提到文化的保存具有7个字：台糖的火车头。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今麦跟你讲这吼，跟你据理力争，吼，啊，讲道理。
文化局的教文资审议委员会关怀对中都的信仰文化中心之一，是一处能传递在地文化处所，维持建筑本体，立志多数修缮，以原有的风貌不复成文资登录之要件并不充足。公这是上面挂威啦，官话。咱的遗山，咱的遗山，所有各部拢坑于遗山。人家刚是看外表，刚是看那个建筑吗？是看里面的文物啊，是看里面的国宝啊，不是看外表啊。文字说决议开议不以登录为历史建筑，我写干嘛讲？这个是非常有问题。修改把一个百年老庙这么慎重的古物，有典故、有故事、一个百姓的信仰的所在，这样不负责任的，就要把它哦当中有无重要等等旧事委这样的文字审议，是我和我文字法的立场。我觉得对百年的古物啊，我们一定要慎重。你啊，今仔讲处理安尼讲，我当初讲的台中台妈妈做形象三百年，见证大理地方有历史事件及。公益色彩历史，这都是他说的嘛。只要你若有要改改，相信你的理由很多，你若不改理由也很多啊。啊，这就是他说的，他这种这个新名的这个是用假的，可以分解就这些。所以文化资产保存法的法定规定，古物当然我刚刚说的国宝、重要古物、一般古物，这两项文化不容，咱取证一般古物、哦、这都是地方登录。我讲潜力啦，你哪讲话我嘛跟你翻啦。地政志过去曾在土地从化区保留原有设施，非文资法指定之，因公务单位其他公共设施保留抵触，都有协调安置庙宇的潜力哦。我唔是讲你啊，这间啊，我们三明公园啊，佮较起一同盟路、万应宫、阳光处长，你咪讲公园内不能设庙吗？这个庙、哦，而且是新庙。你别搞我那个开红灯变啊，都要小巫见大巫，为什么他可以留在里面呢？啊，他就在里面，这个嘛是咱莲花窟的，这个较神奇，为庙的中，庙的中，为咱的路的中，安尼有神奇无？一样，这卫视围绕和平二路中央是全。求神问佛，才政府沟通，政府顺应民，千秋湖保存原址形成今嘛盖有名路中庙。刚才人去怪讲路中杂路，今嘛变一个观光景点。那个它的意义，搞完的开荒庙也要查天下地的，所以我拜托，我嘛代表众多。的里面把市长拜托，把有关委拜托，拿出魄力留一点历史文化给我们的后一代后二代，这间庙是真有价值留下来的，大家要拜托一下，你去写我们的很好的中都公园庙，你给我写你啊，要吃这些地参拜一下，心里都会得到非常非常安静，非常非常安宁。文化资产应该是小市井小民的生活相结合啊，不能只强调建筑物的年代、研究建筑工艺、技术个体价值，应该要着重涉及人类历史文化的意义啊。他那个庙就是中都最久了，一根橄榄的黎明生活是打成一片的，全部都更新，留一个百年老庙，给和众多市民一个儿时的回忆而已。来，你看科技化，
伊咧哦，204年啦，你看这几十年，科技化的古迹啊，为历史建筑啊，新建1965咧，你查完关龙庙查这咧，建筑物虽不计年代，但是它有反映一种时代背景，具体代表性，这个很好啊。你都我都想科技化的古迹，蛮有代表性的，你都会捞起来加，为什么坏两套标准呢？哎，开完庙啊，几百年啊，这几十年，科技化。历史文化为中都骄傲的哪地的信仰中心具有记录哦，意识反应。市长，请回答，谢谢。多谢议长，多谢林议员的指教。好、哦、啊，开放点这个部分啊，我想我会真认真，民政局啊、文化局啊、甲公务单位啊，我会要求因来甲我做一个报告啊。我想我会深入慎重的了解啊。谢谢林议员今天的咨询啊，我们了解保持文物的重要性。啊，但是我想对这个所有的他另外的这古业贵点啊，我来做一个了解，好，我来做一个决定，多谢。好，谢谢市长，谢谢，感谢您，多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林武忠议员。接着请简焕忠议员质询15分钟。好，谢谢议长。市长跟市府各局处的官员大家好，那我今天要咨询的主题是延续市长昨天的市政报告。好，那其实在昨天的市政报告